希望有一天，那些收红包的小孩们可以这样跟我说：“叔叔，我们年纪小，不缺钱，也没有地方花，这笔红包钱你就收回去，好好吃个饭，买个喜欢的东西，犒赏自己平常的努力吧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谢谢你的体谅，叔叔真的比你还缺钱啊。”呵呵，这样我过年就有额外的零用钱了呢。想太多了吧，赶快把红包给人家了。